大屏幕。Lina 不适合打工了 ，Lina 要度假了，每天就在外边享受着，享受一下相声。来，就吃电话。哎呀，又吃爆米花了。你看到这一次的灰熊化整为零的方式，这也是大象聪明的体现之一。那在前面，哎呀，完了，爆米花给吹了。美味的食物，这个呢会看得出来是什么食物？爆米花，爆米花就给吹了，这么快就给吹掉了。比较少，也是更加想让小猪吹的呀。他们进食了。那在我们大象的话，会发现啊，眉头呢，想让小猪吹个爆米花，结果活都干完了呀，非常的胖。那说到胖，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大象将军里面的一位大美女，她名字呢叫做朱莉，有请朱莉。朱莉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小猪又回归了呀！前面看到是2007年出生的朱莉，朱莉呢有着珠圆玉润之才，真的像颜值。哎，走错了，别跟我要。走错了呀！走错了呀，不是跟我要。他跟我要来了。算是一大美女了。这位发现在小猪的背上，完了。一些泥沙，还有一些。小猪不拉轮胎的。这些都在炎热的夏天，看为他们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。那么在平时那个热的话，哎呀，要不就降火。现在，你对大家展示一下自己鼻子的力量。这个是东亚专门为他们设计的运动器材，好的锻炼他们鼻子的活力啊！哎，小猪们来到前方，当然也是非常的兴奋。一天上班要适应剩下来的一个爆米花，那现在大家给他打一声招呼好不好 ？Hello， 朱莉。你看到朱莉也是非常兴奋啊，用着自己的象鱼来回应了六个。那他在回应大家的时候呢，还张大了自己的嘴巴。休了一个月年假呀，休完了呗。以后都换着来啊，换着来的。这个就跟开盲盒一样，你说不定哪天来了以后就是另外一群大象在大象传奇了，他们会换着来的，现在都会换着来的。偶尔换一换，不能老是这个走来。这样的话呢，有趣一点。二来的话呢，这样也可以，对吧？均匀一点。换着来的。屏幕这边看到的就是大象嘴巴里的牙齿的，不仅体型大，牙齿都大，跟人也不太一样啊。大象的总共就有六颗牙齿，安排威武啊！大家点赞啊，点赞到60000，安排威武出场。这时候呢，也是对吧？就安排威武上大象传奇啊！点赞到60000啊！牙齿真给咬开。那今天下一位点赞到60000，安排威武出场。我先看一下是什么。这椰子啊，那椰子大家会怎么开呢？没钱看价，没钱给咬开还是摔开还是别的方式？没钱，拭目以待。直接踩开了，那大象真的假的？你说呢？非常的强大的，轻而易举把整个椰子呢就散开了。那在比较可惜的就是美味的椰汁啊，没有办法喝到。胖子上班也要上六万次。吃椰子壳了，椰子壳了比较难消化。哎，那朱莉干嘛去？是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环境啊，垃圾呢不能乱扔啊，不能扔到垃圾桶里面去。那刚刚呢，可能有的朋友呢也没有看到大象踩碎椰子的瞬间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，一起回顾一下大象踩碎椰子的爆米花都没了哦。初上运动员非常轻松的可以将整个椰子给踩开了。那大家都可以仔细的去留意一下，在大象鼻子的末端还有一项手术。所以我说不要打工啊，连50000了呀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大家准备迎接我们的威武呗。我们说的是小菜一碟的。隆隆。这是我们前面三头大象之后呢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家族里的一位大姐大，是我们大象家族的首领。那我们邀请威武。我鸡姑以及他的小宝贝，叫做威武。有请。小公家叫威武，完了后面呢就是是叫做害羞了，威武这么多人啊，有点小紧张啊。他说他是1886-87年出生的大将，对，这边有30多岁的年龄了啊，体型呢是非常的庞大，年龄呢也是非常的大了。来了来了，威武来了，也还是非常具有威严的一头大将。那现在呢也是大家非常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几乎。
出庐山真面目啊！我也发现他在他土里面都打工了，现在轮流打工一下。叫做大象的智慧流，也是大象聪明的体现之一。可以成年的大象，他们智商能给他两分之类型的有大概只有5到6岁的智商。我这个学习跟姑奶奶上班了，对呀，都是相当的厉害的。那这里面呢，会发现我们大象的体型呢是为了摇而被迫营业。最大的。哎，看后边小猪，看后边小猪。来猜一下，小猪想吃上面的苹果了。多少吨呢？大家觉得？猜一下，你说有多少吨？4吨？还有觉得呢？5吨？还有呢？10吨？1吨？8.5？鸡公吃冬瓜吗？等一下你知道了。好了，因为呢，小云呢最了解大象，最知道大象体重是多少。为什么小云？小猪吃的变少了，肯定馋了。现在多少吨呢？10万奈斯出来吗？大家点个20万，20万奈斯就出来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具体要看看，真的万一不一定下一步会怎么办呢？旺仔，干嘛？没东西吃。多斤的食物，别当真，别当真，是小菜一碟啊，像下午茶一样。现在我们下面就拿上了一个更大的食物，抱起来都是比较困难的。难道是一个大大的冬瓜？给谁了？给鸡姑了呀？这个冬瓜的话，难道我们发现是非常的爱吃了一个橡皮的？哎呀，完了，小猪打了，喝一口，完全要吃掉一大半去了。小猪给我打住了，非常的快。没法看。除了每天给他们准备食物之外，校园也会定期的去给他们检查身体。大象每天最基本的检查是测量他们体温的。哎呀，恐下降了。体温呢是他们身体健康的指标之一。这边人的话一般都会在额头。完了，想给鸡姑的，他们两个抢啊，来测量体温。这两个果然是打工的老手。位置来测量体温。打工的老手真的是懂。臀部里面。好啊，好啊，威武。鼻子还有呢。好了，威武跑了。你们有没有偷答案呢？耳朵啊，鼻子、耳朵、臀部，还有哎，看小猪，看小猪，额头也有额头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哪，厉害呀，小猪！这个体温枪啊，来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他们会怎么测量体温？口腔没有错啊，是口腔的温度。一般像我们人的话，会是36到37是一个正常的温度。那大象的跟人一样，也是36到37度左右。那这边这头大象是36.1摄氏度啊。啊，我这不习惯，正常啊。如果要是超过了，早上给他练了两遍，他现在还不适应呢，过两天就习惯了，他会找吃的了。不正的状态啊，这边。好物，对于大象来说，重要的一个检查身体的。要给他拿两根香蕉才行。多哄哄。修剪脚趾，以及他的心理调整的一些杂物。那么左手边呢会有一个体检枪，这边呢就是专门。提前学习都不行。心理脚趾的一些杂物。没有适应。那具体的心理过程是什么样的呢？一起看一个视频。我在我们视频里面可以看到的地方呢，就在我们场地的左手边。左手边，注意给大家现场。演示一下怎么将脚放到体检箱里面去呢？哎，结果来了。表面的杂物依靠这个毛刷呢，就清洁。给他这个了。但是有些杂物进到脚底或者是指甲。给结果这个铁笼。这个时候比较难清理了，铁笼的笼子。另外一种工具，那这种工具呢叫修蹄刀。哦，都掉出来了。非常用力，这个在这里面。哇，一次就给全部弄下来了。脚的话，可能这个脚呢是没了没了，很无奈的。那么在我们视频里面看到是亚洲象的前脚、okay、一般的这亚洲象的大概前脚是由5个脚趾，后脚的这是有4个前5后4，如果是非洲象的话就是前4后3，没了没了，这个蓝的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今天我们大象家族的这个呢，展示他们日常的行为，是想要告诉小哥哥，现在他们在有的生活环境呢是这样的。现在希望现场哥哥给你相当互动以及爱慕动物的好运当中，一起他们创造一个美好校园，没有卖自我伤害。到这里，本场的大象自然生命展示已经全部上线了，谢谢大家，热情快，谢谢大家，永远快乐们，拜拜。拜拜了，拜拜了，看他们回家了。在大家的左手边，镜头呢在大家的左手边。换了一圈儿，老油条啊！这老油条这两个知道哪里有吃的，他们聪明啊！鸡姑可能没那么快回来，他在那里吃。哎。
胖虎子也跟着回了。哎呀，看追胖虎子去了。啊，旺仔把胖虎打走。哎，又这个家伙。穿过熊猫乐园，猪屁股。南北探秘。胖虎。一点整。回去了，胖虎都。会有动物的。啊，剩几股了。哎呀，小猪欺负胖虎了，小猪刚刚打胖虎了，然后吉古力马就来了。刚刚唯我想回去啊，几个那个谁，小猪把他给赶出来了。